朋友们，这个跟小朋友们无关，小朋友们还是都一样，都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舞台。2017年世代运后，台湾办的最大的音乐体操的国际赛，而且是我们民众自己办的，趁机希望是公平就好啊。有公平公正才有发展。那我们这一次邀请的一半是外籍裁判们，一半是台湾的裁判们，然后我们又特别邀请从不同国家，很多就是 level 程度很高的国际裁判们，他们是在奥运亚洲赛都当裁判们，所以希望这一次大家都会满意他们的分数。